日本电器大厂 Sony 的产品已是许多人心目中品质保证的指标，而当中最为知名的便是这款单一指向型的电容麦克风。其枪头型收音头能确保周围杂音不被收录，因而具有高超的收音品质，且声响也相当悦耳。此外，其带有可阻断低音域及其他声响的按钮，只要一键就能还原声音清晰度，非常便利。而麦克风本身的电源可以电池或换向电源进行供给，能为您消除电量不足的疑虑，再搭配轻便易携的特性，即便是在人声嘈杂或风声呼啸的室外亦可携取清楚的人声。中阶价位却有着高度专业性能，称其为神兵级麦克风也不为过。德国声海维玉录制影片的创作者们打造了这支独一无二的麦克风，内含噪音抑制的话筒支架，以及可降低风噪声的低切滤波器，能分离环境噪音，让声音听起来十分自然，用于室内人声时亦具有极佳的噪讯控制力与灵敏度，让您不需要过于专业的枪型麦克风，就能制作出宛如电影般收音效果的影片及音频。不仅如此，其最大特点为可捕捉6公尺远的声响，除了背景音会稍微增大外，其余皆表现优异，因此受到不少影片创作者的赞许。而在无法使用换向电源供电时，也可以用标准的 AA 电池来充电，不必担心电量不足的问题，整体功能面面俱到，令人满意。Arctis 电竞用耳机兼具了音讯品质与完善的语音功能，可说是在论坛上引起各大玩家沸腾讨论的人气款式。目前最新的第七代不但是获得史上最多世界级奖项的无线耳机外，其超拟真的环绕音效，以及经过各大热门应用程式认证的 ClearCast 双向式麦克风，即便是在游戏中语音功能也清晰无瑕，收音良好，不会阻碍队友之间的作战。此外，它无损且超低延迟无线音讯的范围，长达12公尺，能确保音讯不因无线而受到干扰，有效将所有声响完美传递。同时还因应游戏玩家长时间集中精神，无暇顾及电量的状况，该电池可供应最长24小时的电量，几乎可以说是为玩家量身打造的最强帮手。Yeti 系列是许多录音室及广播电台的新头号，其中 Nano 款式更搭载了新型指向及全指向型两种收音模式，可因应录制场合选择不同极性，让音质呈现出最佳效果。此外，它还可搭配免费的 Blush Arp 应用程式，从电脑直接控制麦克风，不论是中途静音、音量微调或是切换模式都相当容易，特别适合用于直播。麦克风有支援多达10种目前最常见的影音串流平台以及视讯软体，且体积精巧，不会过分占据画面，而其产生的音质清晰洪亮，想配合同厂牌的麦克风支架使用也没问题，因而受到许多播客的爱戴。相信各位经常在电视新闻或者访谈节目中看到来宾领口处的小型黑色麦克风，此种领夹式麦克风不但轻便易携，其全指向型的收音模式亦可将周围的所有声响收录起来，即便使用者未对着特定方向，它都能将声音完整捕捉，特别适合用于采访、播报及网络直播，同时也是不少电视台的爱用款式。这款麦克风无需电池，仅需以 48V 换向电源充电即可，且操作上相当直观，就算是音讯新手也能轻松上手。若没有特殊专业音质需求的话，这个小巧却强大的商品绝对是物美价廉的好选择。要论 CP 值最高的耳机麦克风，非大厂 Sony 所推出的这款商品莫属。
许多人在使用前相当担心其隐藏式麦克风的性能不如预期，然而经过不少玩家测试后发现，此麦克风不但具有良好抗噪功能，背景杂讯也微乎其微，即使不见麦克风踪影却仍可完好的捕捉人声。另外，其高保真 7.1 虚拟环绕声响亦是让许多游戏玩家下手的主因之一，尤其是热爱 PS4 的使用者，还可无线连接之 VR 进行游戏体验，特别讲究音讯效果的朋友肯定会为其高品质的声音传输感到惊艳不已，在价位与性能之间取得了不错的平衡。XLR 线材可确保音讯为平衡输出，不会因为线材长度而有讯号衰减或是易有杂讯的问题，具有抗干扰、传输距离长等特性，因此经常在专业收音、影视制作，甚至是发烧音响上被视为职人级的专业线材，且只要再搭配混音器使用即可处理多声道，对讲求音质清晰度的人来说实为一大利器。麦克风含有两组 XLR， 配合枪型收音头专注接收单一指向的声音，可更细腻地处理声音调控作业，即便在室外使用也能达到抗噪效果。但是这支麦克风并未内建电池，必须搭配 48V 幻象电源充电，购买前别忘了确认是否备有该种电源。选购麦克风时，监听可说是相当重要的要素之一，特别是对于需要录制歌声等创作者来说，在收音的同时若能立刻听到声音反，便可以及时修正错误，减少多次重录的疲惫感。而黑鸠麦克风还能分别调整收音与监听的音量，让使用者专注于优化音质，而不受背景反干扰。此外，这款麦克风可以 USB 连接电脑并自动安装驱动程式，随插随用的特性使它成为许多人直播录音时的好伙伴。不过由于其主打室内使用，在重量上并未以轻盈为取向，因此若有意携带外出的朋友建议另寻他款。这个款式附带由 Rycotler 减震架的相机鞋架，采用耐磨热塑性材料制成的悬挂结构，可减少许多不必要的震动，不但有利于降低噪音产生，在搬运较重的摄影设备时麦克风也不会下垂影响音质。此外，其内含的 WS9 合成毛绒风挡板，让它亦可用于风墙环境或户外场景而不受干扰。虽说其所收录出来的音质中规中矩，但底噪尚不算过大，依然可说是只具备携带性及标准功能的麦克风，对入门的使用者来说价格也颇为亲切。若有预算限制或是不知该从何下手的初学者，不妨优先考虑这支室内室外皆能驾驭的初阶款吧。美国经典品牌舒尔推出了可消除呼吸爆音的过滤器，在近距离谈话或叙述时能让砰砰声显著弱化，并良好地控制低音衰减和中音增强以提升临场感。而新型指向型拾音模式则可让音讯频率更均衡，使其在接收时将对称轴以外的干扰降到最低。此外，其支架设计有连锁安装螺帽，不但安装和拆卸轻松不费力，同时亦能精确地控制话筒位置，相当适合配置于录音室当中。不过此款式多半需透过网络通路的代购商购买，不仅货源较不稳定外，价格上也高昂了一些，因此较推荐给专业人士们使用。你认为这份名单有意义吗？给我们留言吧。您可以在视频说明中找到产品链接。记得点赞和订阅频道以了解最新评论。